途上起起跌跌，经历追梦，为他们带来人生的改变。励志的曲风以探讨生命和城市问题为主，正正就代表着他们是勇于追梦的一群。现在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响乐团。以下落嚟呢一首歌系探讨死亡嘅。我自己哥哥系一个天生嘅轻度弱智自闭症患者，咁啊，同佢由细长大咧，都遇到好多对即系社会嘅难难或者一啲事情。咁其实一啲有情绪病或者有抑郁症嘅人嘅内心世界，大家可能会未必去了解。所以呢一首歌，我哋响乐团嘅一念天堂系希望同大家去了解更加多呢啲徘徊喺輕生邊緣的朋友，其實他內心是想什麼，或者你們究竟是否還是只是一句關懷的說話去支持他們，還是跟他們一起渡過呢？送給你這首歌《一念天堂》。技術的問題呢，不如在這裡自我介紹先。我是響樂團的主音，我叫子晴，大家好。yeah， 還有我的 keyboard 手 Kenny。 yeah， 我鼓手 Samuel。 我的 supporting bass 阿強 Obi。 還有我們今天 supporting guitar， 多謝你。其實自己夾了 band 在 Indie 去到現在差不多有九年的時間，咁啊，跌跌蹦蹦，由地下嘅樂隊去到簽公司，去到而家又變翻獨立。咁啊，一直以嚟好希望將自己想表達嘅歌曲寫出嚟。咁啊，今年終於實現到，我哋推出咗三首嘅歌曲，今日都會帶俾大家。頭先講嘅呢一首《一念天堂》，其實係圍繞住自己一啲因為我自己除咗自己哥哥身邊之外，亦都去嘗試了解更加多香港好多唔同嘅情緒病患者嘅朋友。其實大家可能呢，如果想去幫助呢一班人呢，可能唔係淨係頭先我所講單單嘅一句慰問或者一句鼓勵，佢哋可能係想你俾更加多空間佢，或者想你更加陪伴佢更加多嘅時間。希望你哋可以去透過呢一首歌去了解更加多情緒病患者裡面嘅一啲感覺。咁啊，喺呢一首歌嘅同時，我哋亦都寫咗一個我哋有拍過一個微電影。那個微電影叫做《有勇之人》，亦都係講及一啲一直以嚟想追夢、想堅持自己理念嘅一個拳擊手嘅故事。咁大家可以不妨睇呢首歌嘅情況之下去聽一聽，或者去睇一睇。我哋得未？OK。现世里全部破碎，昂扬。
隻歌完睡，談論過去，評論錯對，想到極疲累，輕於毫無的身軀，要擔起這重罪，下去斷嘴還是撤退，藏著滿身傷痕，犯人為何要扮聖人，記住口水，記住責任，扮開心逃避也許本能，如極樂觀吸引，流淚痛快無謂替我遺憾，漆黑裡自問，未脫困還未脫困，長夜差都凌晨，留在這裡如被軟禁，充滿着疑問，輕於毫無的身軀，某天總要歸隊，或許寧願願盡撤退，藏著本身傷痕，無人能完美像聖人，笑著太累，拒絕告別而傷感，逃避也許本能，如其樂觀吸引，如若痛快，無謂替我痛心。纵要我好好发奋，未算是最不幸，种种恨意统统剩下落人，人无谓亦真，顺服我的本能，能和平地去像废人，我未快乐却又要负责任，灵魂被你感感，谁愿与我沉睡再斗愉快，让你我谁让你我同步故作开心，就当我全没似个死人，一力天下送给你。